好可爱。花花姐姐，你要配我的兔子经验吗？给大家兔年送可爱。画的是冒着热气的茶具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，能够有钱有闲，然后呢，有时间呢多喝喝茶，新年快乐。元宝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这能看出来吧？这好，能看出来好不好？好了，再二一走。今天呢，给大家画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是我们常用的口红，在古代叫口纸。新的一年能够越来越漂亮。我要画一张画，长这么大第一次用毛笔画画。这个呢，就是我周志玄本人的自画像，怎么样？画的是不是非常的好？兔年，祝大家兔年 to be fine, to be number one。今天给大家一起送个年货，就是曲奇米干。之后希望大家今年吃很多很多零食都不会胖，之后大家一起新年快乐。我现在画了一个大概的轮廓。当当当当，在新的一年，我给大家送的是知识。祝新的一年里，大家能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，开心的学习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